哦，两位小公主，你们在做什么？妈妈叫我来看你们呢。你们两个在相亲相爱哦，我们在打架。啊，不好啦，两个要相亲相爱，牵牵手。哎，小妞不可以这样，牵她手。张牙手，他会受伤。你要保护他，就像爸爸保护你一样啊，好吗？两个小公主要睡觉了吗？你们会睡着了吗？哎呦！他说：“他说我要跟你一起睡，姐姐比你先睡着嘞，姐姐比较厉害哦。嗯，你抓什么？嗯，有什么好抓的？干嘛？我在干嘛？”小妞累不累？啊，Sandra，累吗？要不要睡一下？Sandra，Sandra，Sandra，fall asleep，睡着了吗？你是大野狼不能进来。哦，妹妹要会不会哭？你再玩第三次就要哭了，因为她要把头伸起来，然后洞又放下去，然后就会哭了。哦，我不痛。嗯，他口一直会笑一下。她会笑一下哦。哎，不要这样吓她，娘。都睡着了，谁在吐舌头？吐舌头，哎呀，恶心哦！等一下，舌头被那个蟑螂咬走了，蚂蚁搬走了，很恶心。你现在教他补，他会吗？